少主公，咱们还是赶紧回碧苑吧，你的伤不能再耽搁了。你的伤是何人为你包扎的？啊，程四娘子包的。这小女娘好生厉害，又是写家又是残肉的，也不曾害怕。是程四娘子为你包扎的。这少伤心，可是陈娘子亲生儿子，算是喜欢的人吧，是齐家阿姊送的，他眼光倒是还不错。来吧。 林将军，疼吗？三叔母，陈夫人，三叔母，陈夫人，三叔母，顾外女眷。 都解决了，受伤。 不会擅自行动，快去啊！